龙蛇洞。1200年前，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用这样的诗句来描写缅甸古票国的艺术家们不远万里来到长安演出乐舞的盛况。在中国的敦煌壁画和新疆的石窟当中，依旧可以看到古票国婀娜多姿的舞蹈。那么在2014年，中缅两国合拍的首部电视剧《五岳传奇》其实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好吧嘞，애들은냐가냐나나인간누비냐신냐가래미미로나인간들의아까운송어쩌자송표비딘셋무리고아쌍공조사비로딘냐마딘셋비니라핏바래가냐아쿠드카마래저런미마나인간의미마요야인지무아까핏데아뷰로잉아까고셀렛슈자마핏바래가냐슈자아비바래가냐Yeah.